台灣特質物奪棋時間3:28，我2:幾翻嚟嘅嗰陣，今日係天后誕啦，天后誕即係農曆3月23日咧，就會去喺元朗嗰度有舞龍。但係今屆啊，有35隊參加舞龍比賽。我哋嗰隊咩世契個滿足巴士第11隊喺35隊之中。我先啊，8:00起身咧，搭的士嗰陣啲的士比較少。去到嗰陣時啊，實施所有封路措施，亦都有好多舞獅舞龍表演。落車之後咧，好辛苦先揾到一張台，即係餐廳啊。甚至有一間餐廳要排多40多位先可以入到去。好簡單，即係好多人要喺嗰度霸定位先啦，有好多細路仔喺度舞龍，嗰啲成日都係。之後發覺我哋嗰度有一個3多班嘅人，但係我唔講佢邊個。後屘咧係有一個組別叫咩？塘頭布村嗰、那個知咩咩雲嗰個咧，我嗰、那個組別咧。我望佢嗰個組別咧，無啦啦俾我見到翁少，哇嚇死我！真係撞到佢。後屘個個都去嘅，其實唔係喎，有啲人都去寫仔嘅，有啲人都去。既然冇理到啊，我哋已經辛苦啊，10:00先揾到一間叫來來一分鐘嘅食嘢。跟住我哋就跟住影相啊去。嗰陣咧，11:00去咗大嗰、那個元朗大球場睇所有表演，好後乾啊！嗰陣時好熱啊，氣温係31度左右，我去差唔多中暑啊！因為個個中暑嘅，個個都因為好似而家都夏天，仲日著長袖衫咁。咁係咪下年嘅農曆3月23都要去舞龍咧？農曆即係下一年即係2018年嘅4月19日。我嗰時讀中四，哎，然之後去元朗棋院對面嗰間嘢食，嗰間嘢真係好食啲，嗰間叫咩蒜蓉汁西冷牛扒，幾正。跟住就搭翻西鐵翻嚟。其實咧，我睇《上交岸地球》嘅嗰陣，唔係我諗翻起《上交岸地球》咧，嗰啲 OF 即係華視啊，50度。咁諗下點樣轉翻攝氏咧？好簡單，就係攝氏減翻32之後除1.8，即係括號要加括號，一定要減先喎。括號攝氏減翻32，三括號除翻1.8。咁話轉華視就係、是、唔係就華視括號華視減翻32除。三個乘1.8，咁如果要揾翻華視嘅話，就一定要攝氏乘翻1.8，再加翻32。我終於揾到啦！啊，嗰陣有好多咩警車、民安隊同埋救護車啊！嗰陣啲公廁啊，好似嗰、那個叫咩咩體育館，元朗體育館咧。更衣室係冇廁所，但係隔離有3個廁格噶嘛，3個廁格都閂曬門。我踎低睇嘅，起碼3個咧，我中意霸住廁所，同埋基本上啲公廁好少啊。而家仲係冇淋緊啊，仲係公嗰啲踎嗰啲廁格好少，同埋佢哋寫唔出嚟，同埋真係好急想爆寫啫。
之後又回到了大西田，那時我搭到 D3-28-329 但我不拍啊，很累啊，我真的 OK 看到一個新的東西，就是那個什麼新的那個彩虹糖紫色的紅梅味，吃完糖味的好味，最難吃就是酸酸到哭出來，即是簡稱的酸到哭。我哋坐的士嗰陣咧，我發覺好似係啲咩的士佬好中意，好中意回遊設施啊！中意，我發覺係轉左轉右轉左轉右咯，嗰啲的士佬。你點解攝住都唔到？現在那條新通道，即是2月26日說的新通道，其實舊的通道封了，新的通道開放了，我現在才知道，因為很久才回到西田站，我不是經常回的。